最近大家有没有被这个里脊肉饼疯狂刷屏？我看的也是很上头，双份里脊，一个烤肠，一个培根，一个鸡蛋，这个分量真的叫沉甸甸。哇，这一口里脊肉、培根、鸡蛋，真的是一口咬开，太香了。它这个馍哦，捏起来是比较松软的，吃起来就是比较那种厚实、底饱的那种感觉。哇，这就是快乐，太满足了。双份里脊相当于有六片里脊肉和培根，这个肉的里边的油脂感太香太香了。鸡蛋真的是煎得很嫩啊，里脊肉也特别的嫩，夹杂它的酱料啊，真的很好吃，很香。它酱料是比较浓稠，咸口带着一些微微甜啊，很好吃。妈妈说只要掉到地上面3小时还可以吃。培根烤肠经过油炸以后，油脂感也是满满的，吃这一大口真的是满嘴香哦。哇，这一个太顶饱了，我到明天中午应该都不用吃了。论口味口感，我打4颗星，以上观点代表四哥本人。